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。现在右边正在进站的列车是从上海南开往城西的快3574列车，左边这趟车就是我要日本的快4628次列车。这趟车以前是从南宁开往郑州的快1624列车，这个是本务。现在已经上车了，咱们看一下硬座车厢的客流吧。这趟车客流还是很好的。这趟车在湖北省境内要停靠。 赤壁、武昌、孝感、广水，当然花园站是直接达速跨不停的。那么好，咱们这趟旅程呢，一共是169千米，用时的话是接近2个小时。好，伴随着一首优美的音乐，咱们开始日转之旅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 天马行空的生涯，现在你的心都牵挂。站速度比较慢，所以我进行了快进的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这趟列车快要花园站了。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。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现在随着列车缓缓进入到广水站，咱们这一程的运转呢也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顺便说一下，广水站一站台是高站台，但是二三站台是低站台，就像图中看到的一样。那么好，我是吴俊云段，咱们下期再见。